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四盘哦。还没有点赞的观众朋友们，帮我们点赞一下，感谢你们支持。然后也再次感谢香港队在过年的期间，与我们交流的一场打满5盘的交流赛。非常感谢香港队。那影片下方也有写得很清楚，这并不是香港队的主力选手们。我希望，我刚直播也有说，找到时间我会来筹备一个有奖金的交流赛，让台湾跟香港的世界帝国的实力可以一起增长上去。这边我说到做到。等我3月忙完之后，4月份应该我们可以再看到台湾打香港，如果香港也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我们今天台湾时间的2月15号晚上的11点半，紧接着是我们第四盘。这个图看起来就很臭。这个图是那个混沌坑。混沌坑就是那个嘛，我们一直都打很差的那个图嘛。OK，混沌坑的话，前面就是一个8位玩家在这个圈圈里面。8位玩家来这里拜拜一波，好不好？有拜加一下信仰值，可以多加这个功能吗？设计。拜一波。没有啦，不是啦，混沌坑就是里面有8位玩家，但是它这个图可以打到很后期。因为外面的话腹地很大，谁先出去抢腹地，盖围墙，做贸易，这张图可以很后期，也可以很冲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对决。OK，亚美尼亚，历史林，然后这边是这个是教练蟑螂西西里，这边已经有人在搞了。这边是血的波兰，OK，波兰嘛，波兰做波兰事，但波兰它现在村民回血是封建时代才能回血。然后这边的话是雷兹乔治亚，然后再来是中台是塞尔特。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个吗？松兰武士吗？期望可以看到哈。香港队这边的话是波兰，然后再是这个是拜占庭，拜占庭是在内加哦，罗马军团兵。然后再来一个是条顿，我现在看7P 的形状就是一定是来插塔的了。哎，几盘下来，它就是一个没凑不行，没凑不行，跟那个 Lex 一样。没凑到它整个世纪国就不想玩。好，那混沌坑嘛，OK。以阵容上来说的话，我觉得雷兹的乔治亚在大后期应该是最强的，没有错。乔治亚的那个莫纳斯帕在大后期已经被我评价为最白痴的保兵，最白痴。他现在是2024年荣登我最白痴保兵第一名。不是什么西征的，就是这个莫纳斯帕最白痴。昨天你们有看我播比赛吧？那个米嗨打那个谁，苏比，土石流那张图，你看那个后期在外面那边多线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莫纳斯帕，你有几兵还没用呢？他溜着你啊，戳你几下，你就差不多家破人亡。所以这8个文明里面，我觉得最恐怖的，我目前还是给这个乔治亚那个莫纳斯帕。然后条顿的话就还不错啦，普通普通。我觉得这个图条顿就是基本盘，然后罗马的话，我认为也是基本盘。然后血的这里的波兰就很强了，这张图打到大后期那个金冠福寿螺飞来飞去，只要能杀人就好只要能杀人就好这个血的这里波兰这个图很恶心的。拜占庭的话就还行，普通。我觉得拜占庭是普通，在这个，也是基本盘。不知道我现在想要看到那个蟑螂打那个军团兵有没有可能有蟑螂啊？
Z 四零的亚美尼亚的话，因为很多步兵国他就是认真说，他要打的话，应该会是那个复合工兵，无视防御的，他应该是当后排的。他如果要乱玩的话，有种就出战士祭司加金冠哦，战士祭司。但是在这个场子里，你看一下这里的步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那边没有一个步兵国是霸卡，那你这里如果是打战士祭司，估计是要回去洗洗睡了哦，估计是要回去洗洗睡。啊，塞尔特的话就没关系啊，那双人武士死一死没差了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82村打76，他这边是在干嘛？这边是在干嘛？这边。内加前置塔攻，而且这个是六村塔攻，开始狂暴起来了。亚美尼亚的话，这边 Z 四零的围墙还是永远可以相信的，而且我发现 Z 四零很少漏洞帝国。过年期间 Z 四零每天都要打单挑，我偶尔就看一下，偶尔就看一下。我还发现他真的很少漏洞帝国。那个成语，那个俗语是怎么讲？什么慢工出细活，是不是？哦，慢有慢的好，我们不懂这样子。啊，这边直接两只塔加上长枪兵。等一下，难道是鬼转圣骑士吗？拜占庭那一家鬼转圣骑士吗？可是拜占庭没有经济加成，鬼转圣骑士感觉上。出不了几只了。不过这边我们基本上都蛮多步兵国的，你要鬼转也是可以。可是首先是这边针对乔治亚是不是？乔治亚确实欠针对啊。后期的莫纳斯帕真的很恶心，没先把它涂掉，很不舒服。目前拉了六村加这里是六村六六十六十六六六十二十二村十二村，过年期间找不到饭吃是吗？然后这边血的帮忙围加一波，然后还把自己围在外面，干这是什么电影情节？兄弟，你先走啊！不要了，你们走吧。我在前线，我想要玩泥巴战，我拖延时间。啊，血的家里不围耶，家里不围，围帮位的围，怎么那么暖心？真的要围的话还是可以啊，不然打架村民不会输啊。哇、啊，这边怎么有点 gay 啊？这边也很 gay。哦，哇、啊，这边112算打110。啊、这里起了一只箭塔，啊，在这边有封到果实也不错。那我看一下哦，亚美尼亚的话是有干嘛吗？出去了，啊，堵住了。亚美尼亚先出去，先开堵了。哦，这边 Z 四零抢先出门。那这边还在打架。哎、欸，这个乔治亚是真的有欠是不是？这边连那个条顿都来了、欸，连条顿都来。雷兹有死村吗？雷兹杀三村，雷兹杀三村。不过雷兹的塔也是挺可悲的，你看他的塔起在这里 TC 正中央，家里楼上有神明厅的概念、哦、雷兹这边家里楼上有神明厅，现在这边讲到插塔，我们不能不提这位玩家 Coach Cloud， Coach Cloud 的这个箭塔，你们没玩世纪也都知道。
我这个已经不是建塔了，我这个是一栋房子在这边呢。你看这个样子，你也知道谁比较屌。哦，我们这边城楼直接起来。那城楼的话，耗石头是175，里面还可以生这个蟑螂。哦，所以真的，如果你要跟这个城楼对打的话，基本上按几只蟑螂，你的村民就死光。哦，那这边教练一只在后面，一只在前面，这边应该是插不进来了。Z40的话是在外面哦，要围墙，结果被条顿抓到了。罗马这边出来了，然后在外围也做一个肉满进攻。那看起来香港队这一盘的话，就是两家内家在里面搞啊，内圈搞事，然后条顿的话小搞，然后出个肉满，由罗马来去接应外面的一些活动。哦，后续的发展，哦，那这边的话也跟那个 Z40 的亚美尼亚是类似，是说这个亚美尼亚后期是 counter 条顿哦，那个复合工兵出来，条顿就很辛苦。这亚美尼亚这一场应该会蛮强的，亚美尼亚怕工兵国，但是香港队没有任何一个工兵国。哦，如果真的是打那个复合工兵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里我这样目测啦，只有那个拜占庭能够用什么毛兵射手类的来去打这个复合攻守，不然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波兰嘛，条顿嘛，罗马嘛，这三个，不然你就要那个啊，罗马的那个啊，弩炮串烧啊。没有那个弩炮串烧，等一下那个复合工兵会直接杀了。152村打151，我今天的鼻音真的好重哦，天哪，好不舒服。哇，天哪，鼻子都塞住了。拍谁？今天没办法激烈转播。在这边，两边都是同村民宿，好像打得还不错哦。不过现在腹地是被我们抢走了。那这边稍微提一个小秘密啦，塞尔特跟亚美尼亚在前期伐木超级快，所以先被我们挖穿是很正常。哦，这个可是跟那个香港队打得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。本身如果你今天条顿不去搞我们，哦，你去伐木，你也伐不赢这里的亚美尼亚，我们这边一定会先出去。哦，那现在的话，我其实已经有点看不太清楚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现在眼花缭乱了。说实在的，香港平常也要拜拜吗？这里的香也是很整齐，也是有个强迫症。1 2 3，啊，这里有点歪掉哦，1 2 3也是三只，一直插。哎 ，Z40城堡上来了吗？还没城堡。哦，城堡了，开 TC 了。教练这里西西里也还没成。哦，600石头，现在都是石头先挖。啊，这里有五只塔，晚上好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今天都没在看聊天室啊，抱歉。我今天那鼻音真的很不舒服。对的，这边我看一下哈。围住之后，四级兵工厂直接接锤子兵。通常是这样子啦，啊，我上面忘了给国旗了，抱歉。通常是这样子，就是这里建塔，拆。
怕的就是围墙。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塔呢，横向差没有直向差来得好，但是直向差呢，能直向差是最好的。哦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，男人们，对不对？你边边削边削边削边，跟一发入魂还是有差的。但是，一发入魂有些问题，就是你这边有可能会被断这个兵线。哦、那严格来说，这边你们耗了多少木？石头，一二三四十五只塔，等于是一二五乘以五，等于你是一个城堡。哦、那要好好的卡在这边，所以这边接伸头就很棒。如果这个时候是建塔在这啊，没有后续的进攻，那这里就是前功尽弃。哦，如果这边如果三 P 是回去回农的话，我觉得就不好了。哦，等一下这里都啊，哇，这里还是盖了堡。哦，真的很鼻塞耶，真的很不舒服，好不爽。现在是196村打194，哎，这盘其实还蛮接近的哦。不过现在是谁最肥啊？56村是罗马百夫长吗？然后这里是几村？56条顿吗？罗马条顿。可是罗马条顿要打那个亚美尼亚真的不行、欸、只能有弩炮、欸、要有弩炮。这边直接对叉，哦，对叉，好，两边都起来了，目前算是一家拖两家啦，算是啦，血的回去回农。我觉得这边没有问题哦，严格来讲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血的掉线掉的有点久，所以他现在还好他是波兰回农算是够快，但是我们这边已经有莫纳斯帕了，谁来打这个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没人发现？喂喂喂喂，怎么有这种东西？这是怎么找到这个角度的？这个 angle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还是有买那个传送卷？哎、欸，这是怎么进来的？从这边出来？哎、欸，前后包夹！教练，赶快起城楼！这边如果骑士再多一点，弩炮，力士营怎么打着打着后面有人来？这边呢？这边也被解掉。263村打282，哇，这边的村民是真没发现你是从哪来的，干有点强啊。血的话分数很低，赶快回农，现在有几个 TC？ 4 TC， 后期有起来还有得搞。塞尔特4 TC， 88村，看起来是有机会看到飘伐东南武士。但是现在中间这边有人从菊花来，而莫纳斯帕过来这边，哎、欸，围着串烧，围着串烧，啊，靠北，村民死了，哦，村民死了，没有那个偷渡仔，罗马这边相当可惜啊，相当可惜。现在莫纳斯，哎、欸，这边的冲车好多，塞尔特波波人来了。如果冲车来撞这个拜占庭的堡，拜占庭的堡可能会掉
这边骑士杀进来，目前两边的村民数还算是蛮接近的，五批杀到了17村，哦，五批这里做事。亚美尼亚居然没有出工兵呢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没有出工兵呢、欸。利斯营是要打什么？目前不得而知。现在罗马点地王咯，哎，这一盘香港队是还蛮有机会咯。村民数也没有到真的很落后哦。这边一波上去，看一下这一波，在城堡底下短兵相接，六批的莫纳斯帕。哦，这个是蓄力型保兵，这个是团聚型保兵。哦，附近战场越多友军，哦，对，越多莫纳斯帕，他攻击力越高。现在这边冲车硬来，没办法了，拜占庭只能先退了。哦，这边只能先退。来回家的路上要小心莫纳斯帕随时疯狗乱咬。哎，但是罗马，我靠腰这里。差点要脸上，差点好像看起来，哦，吹走头车，吹走，哦，中了，复合工兵，吹走，拜占庭吹起来了，这边 Z 四零不遑多让也吹，但是没有吹赢，因为 Z 四零手速40，哦哇，复合攻手出来，结果第一幕是被吹走。这边罗马第一个帝王上来，可以把亚美尼亚的堡都拆掉。没有复合攻守，我认为这个阵容就不好说了。这么多步兵国，剩这个比较有用。蟑螂的话不好说，你蟑螂我条顿武士，香港这里出条武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说好的打步兵。谁他妈等一下出火枪类的，我就开分。啊啊！这个画面似曾相识。这个单位，我跟你们讲就是这样。2024年最北期的，成型之后就是北期。哦，这东西真的。头很痛啊，嘟你几下就没了。现在有100村也点地王，为农算是蛮快。塞尔特这边准备是要来冲车加骑兵吗？这边教练的话是走了一个蟑螂流，打蟑螂。这边蟑螂加复合工兵走一个两个很像是双胞胎的路线，两个兵种有点长得有点像。罗马这边是走骑兵加什么？弩炮吗？我觉得绝对可以出弩炮哦，罗马出弩炮有料哦，真的。出弩炮。如果出弩炮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这边我们四个文明没有火炮啊，你出弩炮，我们要攻城去挤。五批希望有个弩炮，应该会蛮舒服。现在两边都开始做贸易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做。罗马选择打军团兵啊，教练这里蟑螂出来，金冠义骑兵，灰色游侠条顿，但是没有弩炮，没有弩炮的话蛮危险的，那个复合工兵会全吃，那个都是冲脸阵。感觉上那个罗马不用军团兵，虽然说军团兵很少出来，看得很爽。
但实用度的话，我觉得这边几兵加弩炮是一定是正经。我这边虽然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出啊，我就要出，我就要出。好，这边萨金特帝王还没有上来，但是游侠先出手了。哦，格子玛先出手了。这边莫纳斯帕捞到两台巨头，这个东西我就不解释了，白痴啊，白痴单位嘛。复合工兵出来了嘛，这个不出复合哦，精锐复合攻手了，已经精锐复合攻手了。那 A 要转弩炮哦，转一下转一下，这个东西香港队没有东西打，剩弩炮能打。哇，这个堡盖不起来。哇，这边 Z 四零工兵成型。无视防御，无视防御，条顿要直接硬包。哦，这边先拿往后拉，这边骑兵打，这里军团兵马上要上来，外围一骑兵开始帮人家舒服一波，这边中台漂亮的 quick war。好，军团兵过来了，那军团兵的话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虐一下塞尔特。但是左边这一坨，我只能说，按照这个文明来看，没人处理得了。这整坨没人处理得了。香港队这里五批开始点弹道学，这边游侠先上去打一波了。这里的蟑螂不是精锐，但是这里复合攻守非常的多，而且是精锐。这边的条顿游侠进防是最高的，但是无视防御，哇，很痛很痛，哇，这枕头很痛啊，哇，这枕头很痛，这枕头很痛。罗马这里。军团兵，哎呀呀，我知道了，这边已经嗨起来了，步兵全部干了，结果有人作弊啊 ，Z 四零作弊啊，他没有出战士祭司嘛，他让你们这些冲脸阵都玩得很痛苦，他一个工兵不死啊，完了，你们那个配兵没人处理的。另外一边呢，当面这里垂直开始垂，哦，中台这边有点危险，下面这边没事，先看这里。哇，这边罗马军团兵可以吗？他无视防御，他无视防御，调整过来，无视防御，一代一代。转战矛了，战矛的话应该是不够打。这边如果要好一点的话，应该是要罗马去出那个弩炮了。对啊，确定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出弩炮。然后魏的回来的话，因为经济不够，先帮忙几兵吧，先帮忙几兵吧。因为出战矛这个时候，老实说要找到这个复合攻守太难，最直接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圣骑士。哦，圣骑士，骑兵圣骑士，然后弩炮串烧。我现在五批点的是冲车，哎，哇，整个直接是要用脸上灌篮的方式在打。现在八批中台有上夺墙，进不来。上面的锤子大军来了，哇，这就是四打四。要不是我今天重感冒，讲话很鼻音，我这里早就已经嗨起来。我内心很嗨，但是现在是喉咙很痛。这个堡如果进来的话，而且最恐怖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雷兹的宝不见了，没有莫纳斯帕。这个工兵在这里，哦，弩炮出来了，碎。
这里有一个银冠的八加九的建筑，八加九。哦，这边一波福寿螺锤子精锐，这边直接插起来了，插起来，锤子锤起来，哦，刮起来，福寿螺死一死没差，你看炫德的食物还是很多，没差，他没差。现在锤子超多，但是中台的墙还没有被打掉，目前波兰还没有进去。哎呦，高杯啊！这里有人，哎，这边那个复合攻守就不对啦。哦，这些战矛出来了，战矛出来了。啊，复合攻守。我之前这个文明刚出的时候，我好像有说过，你只有两个东西非常确定可以打它，第一个射程比它远的，第二个攻城器。OK， 那这里战矛兄弟，因为无视防御啦，你们懂了。哇，力士营这里躺分呢，全世界都是打贴脸的，你这里没来个战士祭司在那边给我刷分啊。你看上面锤子跟中南武士都来了，你看大家打得多开心，全世界都打得最开心，都是步兵切脸的，就你在那边射箭，白血剑勇不出，战士祭司不出，出这一个无视防御的在那边后面射箭。这个人可能也是四季公务员啊，就是打一打 OK 咯，下班了 OK。 那不过这一盘我觉得可能要剪个精华，哦，因为这个保兵也不常出，哦，不要以为他这个好像烂烂的。这工兵，这工兵不讲武德，五批出重型弩炮了。对，重型弩炮真的要。但是现在那个分数被拉开来了，有人刷 KD 嘛？我来看一下，270、280杀啊，109死，都给你在玩了，啊，起分嘛，那是洗掉16000。哎，转步兵嘞，转步兵嘞，哇，这边一整坨，这怎么弄？这一整坨这个复合工兵卡在那里怎么弄？你们不觉得这一整坨就是欠串烧吗？这一整坨就是欠串烧啊，欠砸欠串烧。这边怎么冲过来这么多这个木纳斯炮？大场面，我吓到了，吓坏宝宝了。切过来，他妈的，不是说没有宝了吗？没有 TC 的，但很多宝。这就是那个传说级的2024年龙灯，我目前排行最低能的宝兵。最低能的保兵就是这一支。14+8，一路痛穿过去。现在教练格子马有金冠2+6远防。那看起来这样子这盘应该是没办法了。这个莫纳斯帕回来了，中间有人不讲武德，中间有人出复合工兵啊，看这文明就知道，以这个单挑有2400-2500的 Z 事情来说，没出复合工兵正式打的话，没出复合工兵会被我骂，而，交流赛也是拿这个出来虐菜，
全部都是步兵国，你就偏偏拿这支。其实说真的，那个战士祭司出来加白血剑影，还不一定会输。亚美尼亚还不一定会输，可惜没看到。GG。我们来看一下 Listen 这一盘到底在搞啥。36，你看他睡着了，你看。睡着了。全世界都打这个锤子军团兵游侠。为了前期开口就不说。这边松兰武士蟑螂。你的白血剑有没有？战士祭司也没有。就在那边。那个 KD 是多少？来，我看一下。2.62 他没有把他当成是交流赛哦，香港的朋友你看清楚哦，这个人他没有把他当成是交流赛哦，明明知道这个战士祭司或白血剑勇也是有一战的能力，但是他老子不管，我是世纪公务员了，自从我变成 TAG 我没有什么娱乐哦，我现在变 TAG 选手我没有娱乐，就是差不多该结束的时候我就收一收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你没看到吗？